咦，这是什么？DeepSeek 未经审核版本。今天我在逛 Hugging Face 上找到了好东西。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冯。本期教大家如何使用 Llama 部署无禁制、无审核的 AI 大语言模型。你可以拉取包括 DeepSeek、Llama 等众多模型。首先，打开我的个人博客。地址会放在视频下方和说明栏。好，我们先看一下 Hugging Face 上的地址。点击第四个 Hugging Face 地址。你们也可以在 Hugging Face 上搜索会 AI，下滑找到用户会 AI。进入主页就可以看到其他无审核的 AI 大语言模型，比如说千问、DeepSeek、Llama 等。国内的用户也可以通过 Hugging Face 国内镜像站搜索会 AI，这里也有很多。这些模型大部分都可以简单的使用 Llama 拉取。今天我们就下载适用无审核的 DeepSeek 模型。首先要下载 Llama，回到我的博客，点击第五个 Llama 官方地址，点击下载，按照各自系统下载相应安装包。如果在国内下载慢的话，可以使用迅雷。右键复制链接，在迅雷新建一个下载链接，复制进去，点击下载。下载好了，双击安装包进行安装，点击安装，等待一段时间。建议大家在本地部署的情况下安装一个 CUDA，因为这样可以充分调动显卡。点击 CUDA 的官网，是这个网址。点击下载。点击 Windows x86。根据自己的系统下载，下载本地版本的或者网络版本都可以。下载完以后，双击安装包进行安装，安装好了以后就行了。安装好了，右键开始菜单，打开终端，输入 Llama。出现这段文字，就代表 Llama 已经安装成功。回到我的博客，我们可以点击 Llama 无限制 DeepSeek 地址，在这里复制，或者在我这里我的博客上复制，都可以。我拿8B 作为演示。复制、粘贴、回车，已经开始下载。等待一段时间。
如果中途下载很慢的话，按 Ctrl C， 然后复制刚刚的命令，重新回车，它就可以继续下载。模型已经下载完成，启动 DeepSeek。Olama List。Olama Run 加名称。我们来验证一下它是否去除了敏感限制。来到官网，如何连接国外网络？你知道 Tor 浏览器吗？好，它屏蔽了我第一个问题。发送给本地。发送第二个问题。浏览器。好，它再次屏蔽了我第二个问题。右边本地的发送了一大堆文字，你知道 Tor 浏览器吗？他再次回答了问题。由此可见，此模型已经去除了敏感词的限制。很明显，下载的模型它已经没有了限制。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部署，但我们还可以下载一个图形化界面。回到我的博客，点击第一个 Chatbox AI 官网，或者第二个 Chatbox GitHub 开源地址，我们可以使用闭源的 Chatbox AI 客户端，或者开源的 Chatbox 社区版。这里建议使用开源版本，点击示范。下载对应的版本。
它支持多版本，Windows、macOS、Linux、iOS、Android。选择 EXE 结尾的。软件安装包已经下载好了，我们双击运行。下一步，安装。当然，我们可以使用 Anything LLM 进行安装。点击完成。然后点击设置，点击模型提供方，选择 OLAMA 模型，选择下载好的未审查的模型，保存，新建对话。如何？部署 Tor 浏览器。这里还可以生成一些什么推特的推文和小红书的文案，还有翻译等，自己可以摸索一下。演示到此结束，拜拜，欢迎关注和点赞评论。